来准备。看到我们的安娜的油门已经推到底了，来走，这个推杆已经推满的一个状态。好的，好的，来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切换成运动模式，我们再看一下。好，请大家稍微后退一步，稍微后退一步啊。这个运动模式可能有点快。来我们再再向后退一下，我们的媒体朋友，咱们再向后退一下，因为速度太快了。来准备啊，我们来了，来准备，来三二一走。看得过瘾吗？看不过瘾我们再来一遍好吗？我们返回到我们的起点。好，准备，来三二，来大家注意，来准备，来三二一走。很快吧，我们说这是无人机中的跑车，说的可能现在看来有点含蓄哈，可能是无人机中的战斗机。